在闲来没事干了，在院子里边扫扫地，看俺家的侄子的墙走。洗了一上午的衣裳，把俺大爷的衣裳跟那小丸子的衣裳、我的衣裳都洗了一遍，还有蕾子嘞。我说现在咱的亲戚走不成了，咱买的那些东西咋弄啊？先放着呗，等过一段时间看看这个疫情能控制住不，看看让出去不。让出去路口也封的嘞，咋出去啊？他知道那个疫情控制住了，到时候路口应该都不封了。走，带大家看看，你看看那个看咱们的东西。走。把这垃圾拖到车兜里哈，走，带你看看去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是我跟着来自来之前买好的礼品，买了这么多，因为要去俺舅家，还有俺姨家，还有俺姥姥家。现在亲戚也做不成了，都在家放着嘞，看能放到啥时候。哎，现在都不让拜年，也不让走亲戚了。这咋弄啊？这东西，那咱再等等吧。等等呗。这咱老该想的，今年回来了，也不来看看我。哎，他应该也知道这个事儿。他知道啥？一个老人家，他知道啥？他还不懂这消息通了啥嘞？俺舅给他说了。哎，现在也没法出去买菜买啥嘞。我都担心俺姥姥她在家没东西吃。应该没事儿，咱就回家了。嗯。她会少点东西吃，是不？这我跟俺姥姥家离得近的嘞，差不多200米都到了，邻村儿。邻村儿啊。嗯，然后光想回去看看去。俺过不去，不咋样，走到过去中。啊。这么多一个人一摆，真是亲戚走不动了。等等吧，咱过一段时间。等一段看看吧，看看能去的话都给他送过去。嗯。看这个疫情能不能这个变好，疫情有所好转。希望赶紧控制住。嗯。